文藻扭转乾坤，福运到，新春同乐会快开始了，快开始，真的真的快开始了。OK，请各位来宾尽快入座，请就定位之后，请关闭您的手机，设准静音或震动，避免等一下表演的时候。 影响演出，感谢您的合作，谢谢。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现在的所有来宾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世谷。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佳，来自日本。来自委内瑞拉。再次非常荣幸的感谢大家到来。2021新的一年已经到来，我们又在华语中心学习了一年的中文，时间过得真快。 在这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欢聚一堂，共同感受热闹的气氛，一直度过这美好的时光。感恩上天赐福大家平安健康，让我们可以一起迎接农历新年。现在我们相聚在这里，请大家一直 一起释放你的激情，享受今天精彩的表演。下面我宣布，2021文藻扭转乾坤，福运到，新春同乐会，现在开始。 那我先介绍今天莅临的贵宾，国际长陈玉珍。好，主持人、主任、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好。因为刚刚主持人说要释放激情，所以我讲话大声一点，释放激情。好。 那个我不要话讲太多话啊，因为其实今天很开心。那个我们即将有新的一年啊，那我们希望，当然过去这个 COVID-19 很麻烦啊，那但是总是虽然它很麻烦，那我们还是可以齐聚在这边，就是一起学习。那就表示说我们可以趁这个时间好好的把中文学好，对不对？当然，我看那主持人讲的很棒啊，我想说你们一定也很棒，因为我刚刚在外面看了一下。 你们的作品，那这是我相信是因为我们中心的老师太棒了，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活动，从各方面去表现啊。那我就简单的就讲到这里，但是我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祝各位同学还有老师，大家身体健康，然后重点是财源滚滚，好不好？好，发大财，好，谢谢。 谢谢国际长。然后我们花语中心主任戴俊芬，谢谢主任。好，那我们先一起拍一张大合照留念吧，好不好？很好。
师傅，你看哇，今天的节目名单好多人哦。多人哦，各样的表演，不好意思，今天的节目一定非常精彩，我都超级期待呢。我也是啊，你们也是吧？对，谢谢。好，那么我们现在来邀请第一组的表演，是来自印度的宁碧吗？绿妮婷、白瑞莹。他们带来的印度舞蹈，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Thank you.
精彩的演出，自家你曾经看过这么精彩的印度舞蹈吗？没有，我第一次看到，而且现在美方和出国的这个情况下，能够看到国外的传统舞蹈真的是值回票价。谢谢三位表演者，各位再来一点热烈的掌声。那接下来呢，美国同学皇上的独唱演表演台语歌，歌曲是他打家，我们掌声欢迎他们。谁来谁去听，我们卡达查，
看他一下哭，回一回看人家，进进进来耶，回我家看他家，我们一同弄下一家，就听着跳啊，就是爱好家，家人们，欢乐我和旅行家，我们一起看，回一回看人家。飞呀飞呀飞，飞过蓝的海，海呀海呀海，看我一叉一排，一边走一边过蓝的海，我们一样可以开心来。飞呀飞呀飞，飞过蓝的海。哎呀，哎呀，他看我一只大鸡排，鸡肉酥皮放我蓝的爱，我们一望可以再信赖。谢谢大家，谢谢你的声音很吸引人哦，非常好听。我也这么觉得，而且唱的台语的歌曲，我觉得很特别哦。大家再来一遍，掌声一下，谢谢。那下一组是联合国同学们跟老师们的唱歌表演，鲁少正、永田、燕慧华、朱卡若瑞、若菲利、敏敏、周梦兰老师、吴宁宁老师。歌曲是《亲密爱人》，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我们不知道后面在发生什么，听起来很好笑哦。好了吗？好，好。应该要掌声，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才会出现吧。太害羞了，对，有点害羞。出来的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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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想起你好温柔，我一个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意中，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爱你？爱到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们问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该好好爱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疼爱我。他的真的很好，能力不错，我很羡慕他。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是大家一定最期待的博彩活动哦。今天我们华语中心帮同学们准备非常非常多的奖项。那么第一，国际奖；第二，主任；第三，雕囊片老师，麻烦你们。好，那不好意思，先国际奖，麻烦你上台帮我们摸彩，谢谢。然后得奖，都是我呢，拿错了。六，谁要？
谁要？他要的话，好。现在摸的六个奖项是天文宫贡献的檀香皂，保你平安，永远平平安安。什么什么山？哦，凤山。凤山，好。行月。好，左眼磨狮子，好，我们现在请得奖者到上面来。我要去。还有一个，还有一张的。陈怡怡。陈怡怡老师。得奖者来，上台领奖哦。国际上抽到六个，六个。平安檀香皂，会很平安。好，那我们再六个一起拍一张合照。谢谢。好，那现在，就是等一下大家领奖的时候，从这边进来，然后从那边离开，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餐券还给你们。等一下，你没有餐券就没有办法领餐盒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请第二组，让麻烦你。好，我们接下来要摸的是口罩收纳夹六个。我们刚刚来了好几位贵宾，就是我们的重要的老师，所以我来补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我们华语营运中心的许长谋营运长，大家，你要不要跟长新年快乐，是吧？谢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印华系的卓福安主任，跟大家说一下新年。等一下俊成老师会唱歌，帮我唱歌。再来是我们印华系的这个陈文豪副主任，大家大家新年快乐。对，他们来为各位加油，也来跟大家说新年快乐。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讲过了啊，好，
那然后我们就开始来摸奖了。噔噔在哪里？谁要？谁要？要我要我要，我也要。好，第一位是，哇，黄光耶，黄老师，对，就是那个光，就是那个光，光光，好，黄光耶老师大发财了。吴佩辰，吴佩辰是我们的小老师，对不对？佩辰，他在后台辛苦了。我们今天啊，除了我们的同学之外，还来了很多印华系的小老师，还有我们的中心的老师叶奇瑞，奇瑞也是我们的小老师啊，印华系的同学。哎，我们中心的同学呢？赶快赶快，这个许碧玲，许碧玲。在哪里？真的，他们会不会都压在前面？还是我的今天手气？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然后这一位，来，我看不太懂哎，帮我，这个是什么？钢粉吗？周伯来，伯来在哪里？哟，恭喜你，六张了吗？六张了吧？是，还有一五张在最后一位徐，哎，徐，徐克威，徐克威，你的徐写的真好，其他两个字我看不太懂。好，恭喜你，那我们就来颁奖了。大家新年快乐啊！这是一八三 club。有现在最流行的鬼灭之刃的口罩夹，主任请留步，刚刚摸完口罩夹，现在还有口罩。好，那我们这个我们俊芬老师要割爱，请常摩老师帮我们摸彩。现在我们要摸的是口罩，彩色口罩哦，在外面很难买到的。好，现在一样帮我们摸出六位。三中小，念到名字的同学，请到这边先排队。陆黎婷，陆黎婷，白瑞，这边这边，来这边。白瑞颖，翁楚婷。玉芳，你们要记得带着兑奖券来哦。丽敏，得奖者，请你们过来一下。你们一定要带着你的兑奖券来。我知道你们都很想兑第二次，所以一定要把兑奖券带着。好，那我们来这边排队。OK， 好，把这给我。Thank you.
OK， 好。那边，他一直跟在您后面。谢谢主任。那第三位麻烦刁南燕老师，麻烦你上来帮我们摸牌，谢谢。接下来要摸的是六个文藻的皮革钥匙圈。蓝到位。皇上服侍您。元帅，罗内多，阮章什么方啊？阮章严方。您密码，您密码，您密码，曾诗琴，这是个六个。好，那个奖品，奖品。好，皇上您可以退驾了。来，那边的同学过来这里，过来这里。好 ，OK。好，那边给南燕老师。南燕老师，你要从第一个，对的。那接下来我们请卓福安主任为我们摸六个文藻的书签小磁铁。林嘉欣，对不起，是丁林嘉欣，我看了一个字。邱嘉轩。洪嘉音，记得带着各位的摸彩券哦。吴玲玲，松间思佳，猜一猜，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而且还认识周玉玲。同学们别难过，等一下还有机会哦。即使在委内瑞拉很幸运的人，在爱情的方面不太好，所以没有得奖的人，你们一定要很开心，因为在爱情的方面不错。好，那我们回到表演节目吧。下一组是蒙古铜水巴沙漠，他带来的蒙古舞蹈，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谢谢巴沙漠，真的表演很精彩，他的笑容很漂亮，很精彩，那个他的个性出来的感觉，没错。好，那下一步是越南同学陈金玉芳的日本同学佐野磨智子的唱歌表演，这局是黄喜学华语，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再掌声一下，让他们出现好不好？再一次，再一次。大声一点，大声。听不到，听不到。可以，可以。加油。Hello， 大家好。能吃午餐的吗？今天我跟我的朋友磨之子，他是帮我来弹吉他的，所以今天我要让大家听一下我们华语中心的有一位老师，他是特别写出来一个首歌，是吗？一首歌。他是叫什么名字？武林颖老师。谢谢老师。所以呢，现在大家开始安静一点，听听我们听。我的中文不太好，不好意思。开始。欢迎你来学华语，轻松说出问候语，让我们来指导你，一定会帮助你学好听。轻松学华语，学华语一定难不倒你，多听多练习，开心来这里，欢喜学华语。谢谢谢谢，没关系，接着说没关系，多听多练习，开心来这里。哦哦，错了，再来可以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我有点紧张，第一次弹台。不好意思哦，好，再来，从头开始。不好意思。欢迎你来学华语，请装作主文口语。让我们来指导你，一定会帮助你学好听。轻松学华语，学华语一定难不倒你，多听多练习，开心来这里，欢喜学华语。谢谢你好，对不起，接着说没关系，接着说接近好吗，就能说出完美一句话。轻松学华语，
雪花雨一定能摸到你。昨天多练习，可惜来这里欢喜雪花雨。看花雨雪花雨一定能摸到你。昨天多练习，可惜来这里欢喜雪花雨。几双雪花雨雪花雨一定难不到你。昨天多练习，开心来这里欢喜雪花雨。欢迎你来雪花雨，让我们来知道你。只要天天来雪花雨，一定会帮助你学好句。每天说一句学一句，哪句都能学好。昨天多练习，开心来这里欢喜雪花雨。轻松学花语学花语到底。昨天多练习，开心来这里欢喜雪花语。谢谢谢谢故事点故事，请大家尽量原谅我，不好意思哦。我很紧张哦，很紧张，不好意思。其实我们这边的人，后面的人真的很紧张，所以对不起。还有哦，啊，还有，还有，我们的波之子还要说一些话跟大家。吓死我了！你放你下学期要学华语吗？下学期吗？因为我下学期，我觉得我还想来学华语，因为我的学费已经缴到八月了。祝大家扭转乾坤，喜从牛来！谢谢。谢谢。好，下一组是这学期的课外课程台语课的同学们，晚上。放肆归罪，追罪，不好意思，放肆追罪。乔宝奎、小野家那子、安琪之子、吕少任、少正，不好意思，金宇锦、古俊娜美、佐藤有香、鲁曼蒂。中文跟台语歌曲是一样，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去学校的路很久没走，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所有都觉得是不是缺少了什么。这生活封闭安静，开了窗户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晶？我一样一样秀来秀去，秀来秀去，我对你秀来秀去。
手来手去，只会当我打拼，打拼是拢是因为你。每天通通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对你手来手去，手甲我面是放袂干。在你等待我的心里。哦哦哦，如果我也变成一条鱼，如果你也变成了氧气，未来都美好，不想要一个人承受。我需要你，需要你，需要你陪伴我，好想要你，想要你，想要你陪着我，却只能等候。我一样一样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你会当我的答案。需要你陪伴我，好想要你，想要你，想要你陪着我。在爱你的岛屿，为你疯狂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为你想来想去，想甲我迷迷茫茫。在你等来温馨，我相信爱你的心会好啊，最高一，最高一，最高一。祝大家新年快乐！哇，谢谢他们那么可爱的表演。好，我们邀请，这是我们台语班的表演，当然有一个名师指导，欢迎我们刘丽丽老师说几句话。真的表演得很棒，大家好，我是台语班的丽丽老师。那以前的台语班呢，我都会就是带着他们练，然后帮他们排动作。可是呢，因为这一届的台语班真的太优秀，真的这一届的台语班我没有带他们，然后包括他们这个给红包的桥段也是他们自己想的，然后也有这两位很自告奋勇的说我愿意唱主调。所以呢，其他同学我就可以只学那个台语的那一段，就比较轻松。那也要谢谢嘉纳子，他一直带着我们同学练习哦，你们没有发现吗？对，他的动作非常的大哈。对对对，然后还要谢谢大家同学在练习的时候真的是不辞辛劳啊，大家就行透，多谢多谢。哎，好，谢谢大家，再给他们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好，我们可以从右前方下来，谢谢。那接下来摸彩活动又要开始了，还有很多很多奖项哦。那么第一，那个蔡雅婷老师，麻烦你上来。帮我们摸彩，谢谢。
好，现在要摸出来的是我们台湾专业华语办公室提供的台湾行李吊牌两个，还有妈祖收纳袋一个，所以先帮我们摸三个奖项。第一个大福司，第二个吕少正，安琪之子。好，谢谢雅婷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可以邀请文豪老师帮我们摸六个。对了，摸彩唱歌二选一。好，我们请文豪老师帮我们摸出六个文藻花群的提袋饮料。饮料提袋。饮料提袋不是提袋。古俊纳美通识，好，翠恭喜你。乌卡恩恭喜你，恭喜你。科斯，不知道是科斯梦。对，科斯梦，恭喜！加纳子，好，恭喜！卢曼蒂，恭喜！好，请六位上台，带着你的摸彩券。卢曼蒂在吗？刚刚最后一个是卢曼蒂。那秋翠有来吗？秋翠。哦，哇，可见刚刚上台表演的中奖几率很高，所以欢迎大家以后一定要上台表演，下一个就摸到你了。好，一起合照。好，大家一起合照，来往中间，谢谢。
好，谢谢文恒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请陈怡怡老师为我们摸出十位，五位是WENZAO的陶瓷杯垫，五位是中心的红字潮帽。好，我们先摸杯垫的部分。女生微笑，佩林老师，于景，嘉宾，那这五个我们先那个杯垫。好，谢谢怡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再请马老师帮我们摸出第十一个奖，看一下。好，先我们的 USB 总共有十个。九法回。正解，正，好吧，如果。
山中龙龙广。西游美。江小爱。张晨阳。刘亦舒。乔一，夏飞，好，那谢谢毛老师。那我们现在在进行下一个节目之前，我们学校的 SOSA 境外学生事务组，他有一些消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掌声欢迎他。I'm Julie from Section of Overseas Student Affairs, and Wenzao is recrui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study the degree program here. And we have 13 departments for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and 7 graduate institute for master program. And if your Chinese proficiency is not enough, and we're still providing an English taught program. And you can see all the departments' information on the brochure here. And our application is already open, and the master degree will be open until end of April, and the bachelor one will be until end of June. And
Also, we have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There are two types. One is full scholarship, which is include all your tuition fee. And the other one is partial, but we will provide half of the tuition fee for all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pplying for this degree program, you can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left side, and you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第二层的魔彩活动结束了，还有一场魔彩活动，请你期待。那接下来下一组是波兰同学张元帅，他的表演是吉他自弹自唱的表演，歌曲是欧洲民族歌，后面掌声欢迎他。 谢谢各位，我是来自波兰的张永帅，我今天要唱两首歌，第一首歌是波兰来的，第二首是爱尔兰来的，这两首歌对我来说非常特别，因为他们的内容、他们的歌词是跟爱国有关系。有可能人家知道波兰之前是一个共产的国家，苏联战后的，可是台湾目前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国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享受。 我表演，谢谢。 śpiewał, że widzę, że si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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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śpiewał, że
Rosły, rosły, rosły,
want to go without sharing. But you not me down to the ground. Oh, how do you do, young demon bride? Would you mind if I sit here down by your grave side? Say, for a while, leave the cold summer sun. I've been awake all day and I'm nearly gone. I can see by your grave soul you only 19. When you joined the great fallen in 1916. Hope you like well, and I hope you like me. Oh, I believe my bride was a sore and obscene. Did they read the Bible? Did they play the Bible? Did they sound the death march as they lower you down? If I play the last chorus in chorus, if I play the best of the forest. Would you leave their white for a sweetheart? Isn't something for her young man in in 1916, in the faith, who are you forever 19? Or are you a stranger without even a name? It goes there forever in that last name. And no for echoes, thrown butter and stain, and fading for yellow in brown letter green. Do they read in my glory? Do they play in my the sound in it march as it lower you down? If I play the last rose and chorus, if I play the flowers of the forest. Young Lily, my bride, I can't help wondering why. Did those who died here know why they died? They really believe when they answer the call. Did they really believe that it's for good and warm? For the sorrow, the suffering, the glory, the pain. Killing and dying, the world I'm in pain. But I'm really my bride, you're broken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Did it be the family, did the days fall from me? They sound and it's marked as it lowered down.谢谢大家。谢谢党元帅，很帅呢，真的。而且那个一边弹弹吉他一边唱歌，那个是好不容易的。是不会吗？是的，是的。你会哦，你会一边弹吉他？没有，我连弹吉他都不会。好，下一组是联合国同学们的唱歌表演，柳桥一。
胡板文、宋公哲、罗内多、周白来、苏拉杰、山张龙管。歌曲是《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我们掌声的欢迎他们。谢谢你们。其实我们的中文也不好。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对不起。谢谢。我们继续要努力写中文吧。好，那么我们现在来邀请最后一组的表演，是我们华语中心的老师们的唱歌表演。谢谢给你们的惊喜啊 ！Surprise！ 歌曲是《暖暖》，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你先照做。
老师们，谢谢老师们这一年的指教，要不是老师们，我们的中文的进步没这么快，今后也经过指教，谢谢老师们。好，那我们现在在摸彩之前，我们要先票选一下今天大家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个表演，我们会选出前三个大家最喜欢的节目，然后我们有特别的小礼物要给他哦。好，现在你们拿出你们的手机， OK， 你们手机应该都收到我们官方账号的 LINE 发的连接，或者是 QR code， 没有的可以跟你旁边的同学请他帮忙，你可以 scan 那个 QR code 投票。那我们现在从第一个节目，你们可以看上面的电视，之回
忆一下你刚刚第一个节目是表演什么，然后第二个节目表演什么。好，第一个节目是印度舞蹈，是由敏碧玛、陆迪迪、白瑞颖带来的。下一个，第二个是台语歌曲，由皇上带来的脚踏车。第三个中文歌曲是由我们吕少正、永平、燕卫华、朱卡瑞、洛菲利、宁宁、周梦兰老师、吴林颖老师带来的中文歌曲《亲密爱人》。好，第四个是我们蒙古的巴沙漠带来的蒙古舞蹈。第五个是中文歌曲，由陈金玉芳、佐野磨之子带来的《欢喜学华语》，由吴林颖老师创作的歌曲。第六个是我们皇上柯安、范石秋穗、九宝葵、小野加那子、安琪之子、吕少正、金宇景、古俊娜美、松间诗佳，还有余丽珠带来的《一样》，是我们台语班的同学。好，第七个是我们张元帅带来的自弹自唱欧洲的民俗曲，他唱了两首歌，对他很有意义，来自波兰的张元帅。第八个是由我们柳乔一、吴伯文、宋文彻、罗内多、周伯来、苏拉杰、山中龙广带来的中文歌曲《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最后一个是我们华语中心的老师带来的《暖暖》，谢谢大家。一到九号，你们都可以投票哦。我们会选出前三个，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投票。点不下去，有人点不下去吗？有没有朱主任的表演？第十。我会跟老师讲，暖暖没用，不用了。有没有人有问题？就没有啊。好，大家都投好了吗？那投好了，我们现在在统计票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掉哦，所以你就不能再按了。好，我们要关哦，还没有人还没投好，请举手。好，那我们就 close。那我们现在请沈佩林老师为我们班摸彩。哎呀，好，现在要摸的是。中心的槽梯有五件红色的，就是我们现在穿的 model 穿的红色的槽梯。金玉老师，陆之美早记，吴亚当。刘一杰，麻烦你把票选的结果传到手机。已经传了。老师传出去。传出去。
好。哎，天明老师请留步。还有，接下来是天文宫提供的行李箱造型迷你收纳盒，还有一组，先摸一组。是佐藤有香，佐藤有香在吗？有香在吗？好，接下来再帮我摸七个文藻的环保餐具组。第一位，软式红燕，红燕，喂，陈思婷，思瑜还是思婷？思什么？思维，来，陈思，没关系，好，再来，延平优果，优果，好，海伦，王海伦，曲缇娜，曲缇娜，平石龙子，德烈旭。七个了吗？谢谢佩玲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请佩蓉老师帮我们摸出文藻杯三个我们中心的帆布袋。好，三个杯。好，第一位，周佩琪老师。好，第二位，皇上。第三位，宋文彻。好，那等一下三个先颁奖一下。好，那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没有摸彩券了，可见大家有谁还没得到奖品的吗 ？OK， 好，没关系。那可见我们就是今天来的人数，就是有些人中间可能
没就是报名但是没有来，对，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进到我们票选的结果。我们的第一名是我们的 Hia。等一下哦，等一下，然后第二名是我们的蒙古舞蹈，第三名是我们的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我们先请第三名的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的团队先上来，哎，都不在吗？都走了。哦、oh, ，OK， 那个。好，柳乔伊、胡博文、宋文策、罗内多、周博来、苏拉杰、山中龙广，我们请小爱老师可以帮我们颁奖给他们吗？走走走吧。OK， 他们是一个人一个。哦，好好好，还是就是都先帮给他们，然后因为他们一组的在一起嘛。好，现在请我们第二名莫。好，我们可以请丽丽老师吗？好，最后一组是迪亚，请迪亚所有的同学上台。丽丽老师，私交好了。我们的皇后本来也要上台，但是她说台上人太多了。你直接给他们，先打我。谢谢大家，恭喜大家得奖的人。那我们再一次拍一段大合照聊天吧，请大家全部都到前面。好
Take your gifts. Come on, everybody. Okay, someone you can upstairs to hear.我看一下哦，为什么我一直拿着这个？你们前面还要再拿中心的旗子吗？因为后面已经有了。哎，你们两个也进去，一个都不能少。哎，你们也过去好了，你们两个，伴侣要吗？OK， 我看一下，好，好了吗 ？OK， 好，好，一二三 ，say cheese， 好，大家今天开不开心？好，哎，好像有些人有戴口罩，有些人没戴。我们先拍一张，没有戴口罩的先拿下来。好，不能说话。Sorry。好，一二三，开不开心？好 ，OK。谢谢，谢谢各位。现在拿着你们手上的餐券 ，the lunchbox tickets， 去外面可以领你们的餐盒，然后我们今天的活动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参与 ，Welcome you come to this New Year Gala. Thank you very much. See you.放着不用关机的东西，那刚刚是说 New Year 什么？